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默默给大家安利一款有关节粮食之称的好货——氨糖软骨薯片。这是我精心为父母挑选的新年礼物哦。父母年龄大了，各关节也开始慢慢的老化，特别是膝关节老化的特别快，经常听见他们说腿疼。平时他们就爱去药店买几张膏药来贴一贴，一时缓解症状，但是长期以往怎么能行呢？这次回家呢，我就准备带这个送给他们。它是结合中西关节营养，补充修复软骨，呵护关节，有五大营养元素，让骨骼更强健，从根本上解决父母的关节问题。只需要每天口服四片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，就可以让父母远离关节疼痛问题。这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就点击关注吧。